我们要做一件非常紧张的事情，就是剪头发。因为舒伟哥从来都没有看过我短发的样子，我曾经问过他什么样子样子最好看，他说我什么样子都好看。我们等下去看看他的表情。他会不会没发现？有可能。我要剪咯。好。连想都没办法想就要开始了。没错。这一刀剪下去回不去哎。我现在还在拍《爱的荣耀》。送你。哇。是我送你。天哪，这蛮有重量的哎，有25公分左右。我等一下会问他说你觉得我美吗？他如果觉得还好的话，那就就36吨。可以吗？这段同意的，傻眼哎！给你的惊喜。